咽下咽下衣同喉结哈，咽下舌同喉结，同我哋三个人每次都系喺每次，每次都是在泳池见面。那这两位是从香港特地过来游泳的，那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就碰到他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多前年前就认识他们，对，很多年了。那我很高兴，每年我都是在这个每年见到一次来这看他们。然后这两位呢都是游泳非常的好，那是你有这个全国的记录是吗？有多少全国记录啊？全部记录，记录噶，记录很多很多，它非常多的。咁多靓女啊，即系记录啊，你有几多记录啊？啊，太多了，太多的这个游泳的记录了，所以他们都记不清楚了，无数的这个游泳的。那我想知道的是，他们是从年轻就开始很厉害的游泳的健将吗？啊？系咪从年轻嘅时候就系好年轻游水？他们从很年轻就开始游泳了，游水就都廿几年啦，二十几年。他们已经游泳了二十几年，都是在比赛，然后他们的泳技都非常非常的好。对，是。你英卡都系咁样系嘛？你也是比赛了很多年啦，哈。系，即系我哋系健身谂住玩，系好开心咁。点知咧又 OK， 身体好嘛又爽。他说他是为了健身好玩，但是没想到就一比就是呢个回报系好开心。他说这个回馈打破纪录啊，打破香港纪录啊，打破台湾纪录啊，都 OK 啊。他说他识到个朋友。他说这是其实只是一个嗜好，但是呢因为这个嗜好呢大家有同好一起游泳，所以到处去所向披靡啊，到处去破纪录啊，去到任何地方见到的 friend 都好开心啊。他说到什么地方去碰到朋友他都很开心的。是啊开心。对对，那燕霞姐你也是这样是不是？你也是游泳游了多少年？记不起来了。我记得你是跟我同年同级的嘛，哈，都系六十到六十岁嘛。这位燕小姐是跟我同级的啊，但是每次她都是冠军啊，我都是最后一个。如果我们两个比，她第一名，我亚军啊，她多几个人也，她 always 都是冠军，那我 always 垫后，但是我也没关系啊，来参加就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上次我来参加，你还不是上上次，好几次以前，你还教我那个怎么样游蝶式。哦，有没有真的？有没有真的？我现在还参加100公尺蝶式啦，是不是？原来我连50我都游不完呢。现在我明天又要再比赛一次蝶式。慢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游到 OK 的。哎，我觉得我能游到游完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，开心无穷。是啊，啊正啊！所以很高兴你上次下次见到你又倾下偈。是，我哋啲玩下好嘅，好开心啊！对，嗰啲后生我哋嗰啲有排玩啊，我啲年纪大啦，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本来有一位什么妈妈，80几岁，这次没有来，哎呀，这次没有，可是人家也游到80几了，嗯，好远，所以你现在72，你还中奖了，对，你还要一直来哈，你要一直来，有机会都嚟，你要打破佢嘅记录，佢系80几岁至85、86岁，去年还有来，不可能，去年还有来。你要打破他的记录，好吧？尽量，你要打破他的记录，那我要打破你的记录。是，不管你游到几岁，我要打
分你的记录，各种精神还很重要。这个精神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永远就是要一直游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所以你要打破我们那位，打破，你要打破我的记录，我要打破你的记录。我们两个一起努力打破他的记录，好不好？现在女生最年长的八十几岁，哎呀，就女生八十几岁，你现在才72，哎，你还要来十，你至少还要来15年，你才能打破他的记录。真没完了，都给你听到了。你要做我永远的这个比赛的朋友，榜样。哎，对，你要做的榜样，好吗？是。好。那就这样了啊，明年再见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说，明年再见。明天还要再来，好，没关系。但是明天我游完泳我就要走了，明天我就不做这个了，不做这个了。OK。